最大收获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很大咖的神爸嘛，然后又是来这边当教练嘛，然后教我们，然后他们观念一定都是最新或是最好的，然后可以带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回去再告诉，或许回去告诉教练或是学校，然后可以做一些训练上的改变这样。Nike 台湾青棒训练一字排开，拥有林子伟、张玉成、杨代刚等球星组成最顶尖闪亮的教练团。当然，他们指导的不只有技术，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青棒精英想要旅外，趁着这个机会，这些在国外打拼的球星也向青棒学弟给出最宝贵的建议。能融入环境，融入文化，会是一个最大、最好的方法。语言是一个问题，你没有语言，你到哪里都不方便。那文化差异就是你要去懂得美国人他们的习惯是什么。我觉得要真的要去那边的话，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要就是开朗，然后就是态度要很好的去学习在这部分，因为这样教练对你的眼光会比较好一点吧。因为在这边的话，教练就是需要你去多问，然后就是多去尝试不一样的事情这样。就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好，因为毕竟目标本来就是要大，的版图要大，野心要大。那要如何达到，你就要勇于去在我们身上挖东西。我会觉得就是简单，就是讲的就是你有那个梦想就去追。